式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可以让它更 wild 一点，因为上面是动物纹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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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再帮他找一下。嗯。我看看，就是我们如果都这么亮的情况下，会不会有点吓人呢？试试看喽。好啊。来，你帮我看前面，这样可以吗？有点怪怪的。我们这样，这样像嫂子。嫂子，我觉得还是要给他找个帽子。嗯，找个，这个也可以。你试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帽子。嗯，但还是有点可爱。太对。好，你站起来看一下。哎，你来看一下。哎，这样的帽子好好多哦。对，就是相当于是完整了好多。好看，但你这条是我帮你拿这个原因是因为呢，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那个时尚杂志上看到很多欧美的那些名媛啊，不是很喜欢在头上弄一条，或者是这里弄一条。对对，我只是想要看看说，那你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在头发上是，就是比较麻烦。男士在那一边。好，好，前面是这样吗？修整，但是大约上，我觉得这样子就有点 party 的感觉，而且就是说有这种掉下来，掉下来，哎，当然不固定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他有点长得像出水芙蓉的感觉，就出水芙蓉那些跳芭蕾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干脆把它做成芭蕾范儿就好了。芭蕾范儿的亮片呢？哎，没有啊，很多那些。就是跳芭蕾舞的也都会有那种比较就是公主的，你可以看。嗯。这样很好看。今年真的像都有做像这样子，有一条，然后会放在这里，或者是放在这里。对。哦、很好看呢、啊。对啊，好看好看。现在真感觉有哇哦。对啊对啊。差很多，你现在很美。刚刚那件外套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谁给你的，就他。谢谢谢谢。来，我看再转一下，我们把它稍微完整一下。好好看哦。我好想看这个样子。很美。同样闪亮的发带，不仅是本季最硬的时尚单品，更让全身的 feel 更加的完整。好，那今年的流行元素真的很多。对，那你还有尝试？你还有什么想尝试的吗？我等一下再来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再见，拜拜。